他死火了。晨晨起床了，滑雪了。坡对不对？你手伸出去，但是你整个人飞到天空上，嘣的一下掉下来，啊、好好笑，笑死我了！现在回去看，你一定也会笑，好好笑！哇，摔这一下好好笑，知道怎么了吗？好好笑！他在这里打算做，不要说，要说，他在这里打算做 Euro Cup， 他动作出来手都抓好了，然后他趴下去的时候不是下坡吗？他飞出去那个坡，整个人。人板就横空砰的一下掉下去，要遇到 cup 的时候可以找个平路，没有人这样下坡蹦下去的啦。一起抵达我，好好笑，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。护掌广播，接下来就来欣赏十四岁小弟弟没有配乐的滑雪英姿。Thank you.
帅。以下专访 Micro Pro 录影机进血水导致收音不佳，敬请见谅。哎、oh, no. 欸，我正啊，水季快结束了，德哈，你今年学到些什么？花的吧，英文教很多啊 ，Sony 啊，欧文啊那些的。嗯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你有没有想要对三年后的你 ，Snowboarder 讲些？我没叫你喷我。